好，现在我们的画面又迁到了平衡木，来自广东的刘新宇，124号选手。好，倒岔。前手翻，接分腿跳，小翻。四叉跳、哦、哎呀太可惜了，可惜没站稳、又要扣掉一分。力转360，哎呀第二次分腿跳转体，毽子团身，后空翻两周下。哎呀，这两次的这个从平衡木上掉下来两分，是这样。哎呀，那这个分数确实，就会影响很大了。是。